大家好，本技巧将介绍如何快速为工作表命名的操作。在同一工作簿中可以移动或复制工作表，也可以将工作表移动或复制到不同工作簿或新工作簿中。具体的操作方法如下：选中工作表标签，然后呢，双击该标签，工作表名称处于可编辑状态，最后呢，输入名称即可。